好，我要开录了。嘟嘟嘟嘟嘟，嗨，我是礼拜一的实习生阿杰啊。这礼拜叫做开底线周，开底线周，因为我们其实礼拜六有一个，对，期盼有一个任务叫做开，还不能讲，先让观众猜一猜。那我礼拜一就先直接开包子，好。嘟嘟嘟嘟嘟，我把最难的开包子开完了啊，明天。大家看一下，哇，开包子给大家看，今天哇，5点多了，秒尬。那这一次造福 YouTube 的观众好了 ，YouTube 下面留言，大家可以决定明天的资深开什么，哇，开什么，然后顺便猜一猜我们礼拜六要开什么 ，OK， 好，先这样，拜不。我也没掉下去，看到吗？